Zhejiang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China. As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, it covers various subjects.第一个感受就是亲切感，从进门到宿舍，每一个环节老师都能精心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。然后整体的布置也非常的有家的感觉，因为也有很多 UWA 元素和浙大的元素相结合。学生中心的话，就是我今天刚来到这个场地，然后这里的每一个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的热情，然后大家都穿着那种特定的服装，然后给我们分发校园卡，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就感觉非常的亲切。首先，这里的老师们就是很负责，这是我觉得最满意的地方。他们就是除了就是包下一整栋楼来给我们做宿舍，然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就是旁边的楼嘛，他给你弄了一个活动中心。这个活动中心里边呢，除了这一堆就是懒人沙发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小吃站，就是你平时想吃什么东西啊，都可以在那里吃。来到这里更多是想参与到西澳大学的课程或者它的活动氛围中，同时我也希望认识更多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同学，从他们身上学到一定的东西。